感谢大家吼。尤其是第一项爱感谢的是无三人基金会吼，伫即款的生命的内底，去做一番上袂趁钱，但是上有意义的代志。甲我爱佫感谢一本册，像讲《苦世界》甲《台湾人动画家》。苦世界其实毋是地价，地价是伫遐两个吼，迄个拄只诶，即照写吼，张元片国史馆长吼，前国史馆长，甲一个叫做陈美容吼小姐是因写诶，即是不过我讲，我内底有一寡意见参与下来，所以才有一本来，所以我呐深深甲即两位感谢。当然，甲来伫遮个人，真正侪我有感谢，有一寡代志，小可袂记。甲问讲迄阵迄是代志，嘛得到一寡帮忙帮助。上无嘛讲跟着讲，咱捌嘞，就是讲，较表示嘞。我得到安尼，也是我不但写一本册，闹啥活动，我都会去参加。所以在这里跟大家深深谢谢。现在因为可能我刚才说的主题是在说现在这新的这个选举了，日本这个选举了新的做过以后这台湾跟他的关系变成什么，当然包括说中国，包括说美国，但是主要是咱台湾甲伊的关联。但是要讲入去遐以前吼，我往那去过一部一本册吼，可能大家会看。我你来写一个怎样啊？台湾认同外交啥意思啊？比如讲台湾外交是台湾对于外交安尼就好嘛，还是讲台湾外交的？不是，恁呐，希望有时间看这本册时，恁就知道。我在做外交的事情，认同台湾在做外交。那就讲我讲，搁较大家听袂哩。我去遐担待第一遍还是第二遍的处部会议，我那一礼拜拢爱开一遍，即个主要的人，代表处八路海内底主要的人集做会，爱甲伊支持，甲大家讨论讲啥代志变啦。第一头底下我头一遍我都甲大家讲。我讲恁大家的薪水是对台湾人民的税金来的，所以我希望讲咱这个代表处的每一个人，伊活动是爱为着台湾人民的利益，活动费嘛是为税金来的，所以咱每一个人的这个活动，都爱为着台湾的利益。因为咱大家拢知影，咱一段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甲呾一寡即个教育拢真混乱，互你你的迄个国家的形象混乱，你到底是倒个人？有个人家己袂清楚，你若点啊甲伊论这论袂了，所以我甲伊讲，你的薪水为倒来？你的薪水若为倒来？你予这个请，你都要有着这拍拼，安尼想知影。这就是台湾人民来的嘛，这就是有一种对台湾的认同。我一向伫遐四年间，我所做的就是徛伫讲台湾认同。这头底也有写一寡代志，我无直接去重复嘛，所以我是直接先甲大家小可解说一下。过了一项。我嘛是常常讲，这嘛是只今仔日要甲大家讲哦，甲这个债务关系，甲咱出去在想代志的事，可能有关系。咱每一个人，咱大概拢爱讲一句话，即大概拢在讲听到有人生观，人生观，讲一个人爱有人生观，咱大概要甲咱的囡仔讲是，你若有一个人生观，你对这个世间，你就感觉你咧活有一个使命感，你爱去做啥？
我啊，我为着要做啥，我就来拍拼啥，叫做人生观，拢同款。你若伫一个国家内底伫生活，你爱有国家观，啊，这点咱台湾就可能较混乱，甚至万不顺着。你到底要爱啥款的国家？啊，迄、那个国家，是做啥款？甲你帮忙。啊，你要安怎贡献着这个国家？啊，要安怎参加伫建设这个国家？等等这物件，我是希望讲，咱台湾爱护。啊，这系系列咧，啊，拄则在讲，这系列咧，政府官诶，会一路来滴。我想大家若有闲仔去甲看吼，拢一定渐渐会浮出你的国家观。啊，我希望着这点吼，可能来做一个以后台湾这个国家是要爱啥款的国家。啊，我要安怎去参与着？这个吼，可能拜托大家来三团团伙，国家这一代人来想这项代志。啊，这么要提项，这个日本甲咱的关系真微妙啦。啊，拄好这个啊，十六投票了，安倍当选，后一寡来咧搞啊访问，我一直甲强调一点，因为大家拢足简单，讲安倍是毋是很犹太？哦，伊都台湾人的朋友嘛。哦、所以即摆一条啊，咱台湾好啊。我讲安倍伊，也基本上伊优待是无毋对，因为因阿公做安信介外公吼，迄阵都甲台湾有关系，伊嘛是安信介真坚持，所以伊会逐摆来台湾，伊毋是刚来台湾来，有当时啊，伊会带伊个孙仔来，啊孙仔来第一个就是安倍。所以安倍甲我讲，伊囡仔时，伊就来，啊伊嘛捌去，迄个东海湾迄边，哦，拢真水真水。啊，一般来讲，伊对台湾诶，迄个印象嘛是真好，优待无毋对，讲优待无，就拿这点来讲。但是，伊另外一方面，伊诶优待是为倒来，咱先讲反面诶事，就是讲。伊即马在烦恼啥？讲台湾即几年一直挖去中国，伫倾中，啊，这甲日本的关系会变作安怎？因真烦恼，啊，大家都知，那研究美国的人都知，哦，今仔日报纸都嘛有一个跨研讨会在讲，美国嘛足烦恼，讲，哎，即马真烦死。傾中甲對一個傾倒去，怎去夾住着？啊，真無夾住嘛是做好的事。即講起來，就變作世界的狀況，也是講亞洲的狀況一個大變化。啊，咱知影台灣這個所在是佇所謂第一島鏈吼，就是講為日本。琉球落来台湾吼，来到菲律宾，啊，搁落来温来吼，迄边，即拄好安尼锁掉咧，啊，甲东海，甲即个南海吼，全为太平洋甲隔开。所以即个中国，伊最近伊个军事一直在发展的中间，伊一直想伫个，毋是干呐东海南海伫发生问题，伊一直伫个为只出出去外口，要搁走出去。太平洋，甚至咱嘛拢捌看这个故事吼，因内底一个美国的以前的太平洋舰队司令，吼、一个中国的将官来讲，讲哎，咱后摆啊，迄太平洋来分做两半，恁管这边，我管这边，然后，所以可见底下就是讲，因一直咧建设因的海军咯，咧膨胀因的力量的是，是。真有野心的。啊，若伫安尼中间，日本要安怎？日本当然，尤其是即摆你也看得出来，伫东海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倒两个国家，迄若小可唔对去，
变作讲擦枪走火，变作战争嘛有可能差不多迄个程度，因为公务船吼，一公务船，这个中国的公务船，伊就是歹去，这个不管你大家主张是甚物人的，事实上过去咧控制，即马咧控制，国家是日本，你入去伊的十二海里海里的内底，当然这是一个挑战。啊，这若唔对嘛，是战争。像这款呢，东海的危险性，南海、菲律宾啦、越南啦、其他等等，嘛是拢咧受中国的军事力量的威胁。啊，对这个代志，到底你台湾是要站倒一边？啊，今仔日我看迄个报纸，因个研讨会就咧讲，讲美国伊嘛是怀疑讲，你到时是站迄边啊这边？所以包括讲一寡军事援助，因为遐拢有对迄个高科技的物件伫头顶，所以无啥敢给台湾较悬的物件，无啥敢给台湾。这就发生一个问题啊！你因为你台湾，你若要生存落，这也是咱大家的希望。你一定要爱对抗中国，因为世界唯一一个国家，200多个内底一个国家。公开讲，我不惜用武力要摕你台湾。啊，唔是干那呢尔。伊国以外，伊阁摆1600粒的飞弹中弹，这是事实呢。啊，世界唯一的特权国家就是干那中国尔。啊，这个中国，伊一支嘴，足甜的啦，把你梳头壳。啊，你即马一寡代志吼，像讲。啊，钓鱼台好，啥好？你若想讲安尼较有利，你去挖，一直挖，一直挖，一直让伊吞去，到尾啊，就是吞去迄个路。伊美国也对伊烦恼，唔是安尼啊。其实日本、安倍，还是其他有心的人，嘛是拢咧烦恼讲台湾的政权，强中强到对一个程度。啊，你强中。你都爱知影，那肯定的是安倍是，你肯定的最大的敌人，台湾的肯定的最大，不是你的友人。但是，讲倒转来，台湾若想讲要保存家己，所以咱要对抗中国对咱侵略的事，咱都爱去找一寡国家，世界上有力的国家就是美国。啊！美国伊家己本身阁有通过一个《台湾关系法》，伫迄头底一半以上伫规定讲，要安怎甲你支持，互你有势力通去对抗着这个啊中国的侵略。啊，若安尼是，你台湾要肯定的是对来讲，伊迄个《台湾关系法》就无路用去啦。但是你若不是要肯定的是台湾关系的话，那就是在跟你砍掉的。世界上强，伊若出来差不多到过去为止吼，伊若出来，中国就救入去。中国讲啥，讲讲的，伊若看美国出来就救入。日本、甲美国，伊伫亚洲算是，因两个国家有这个日美安保条约。伊若过去，伫我任期的时候。因两个国家开迄、那个，因每年拢会开吼，开迄、那个啊四个，两个国防部长，两个即、這个外交部长，伊来做会，伊发表声明，要保持台湾海峡的和平，是阮两国的共同战略目标。所以，这就是日本的态度，美国的态度，啊，日本的态度，所以。咱若讲要徛伫这边，是安倍是咱上好的，咱上会当信用的一个友人，所以咱都爱用安尼看，即互动的物件。你要行对条路，人都要安怎反应；你要行对条路，伊都安怎反应。所以这点可怜，那一只爱心，大家不。啊，关于在讲天中吼。其实这话人拢有警讯吼，拄则咧讲讲啊，美国
伊武器无啥打袂赢，啊，日本有无？日本有几啊项，但是咱内底讲一项上厉害。咱有一个玉那国岛，这甲迄个台湾的迄个花莲吼，才140几公里的宽，不是海里哦，几公里的，无远啦。啊，前摆日本囡仔只用手的过来尔，哦，这个足趣味的一个现象，就是伊这个国吼，啊，拄嘛伊这个岛啦吼，拄边边啊一条，那是旱季吼，咱台湾旱季是啊，伊旱季那像安尼看的。爱伫这三分之一的这边，来唔知迄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一分啊分哦，叫做航空识别圈，就是讲你呐，特别朋友家过去挂，去台湾，航空识别圈为这个岛的领空的三分之一，这边是咱的航空识别圈，迄边才是日本的航空识别圈。啊！因讲若要飞这个飞机吼，因拢安尼飞过来，啊，真是飞过来，真是歹。所以，逐摆都拢去望到咱的航空识别圈。啊，咱若紧张的时候，来就想外国的飞机无意见，啊，伊是想讲伊的领空嘛，迄个航空识别圈甲领空无共，迄伊的领空，伊想讲伊家己的国家的许，伊也无讲入来。啊，这边都爱向上爱飞去，讲无才是敌人来啊。啊！但是因为咱甲日本的关系真好，所以咱上层吼有互相有一个了解。啊，咱伫下骹遐部队，因互相我那拢，尤其是咱以后，咱即马真济，咱的空军行伊个中国的空军吼，咱拢提起伫华人那边吼，大家拢知影拢伫华人。所以咱遐头摆拢飞，啊飞因都爱飞，啊因若飞咱都爱飞，还是因的飞机来咱都爱飞，安尼吼足了，互相足了时间的。所以这个船呢，互相讲好，信用对方啊，这飞机咱拢无紧急升降的问题。但是，足趣味啊，这就是讲地震。2010年，就是两年前，6月，日本通知台湾，讲你迄个航空识别圈哦，你甲我提出。退出你阮的领空的外口，退出你伊那孤岛的外口。啊，台湾国防部研究了，伊怎啊？甲因讲我唔嘛，我咪照安尼，那个黑的。当然，这你也无两边吼，有同意的是，你这款的物件是未当改。但是今年才几个月前呢，日本国个出面讲，你迄个航空识别圈，甲我退出。啊，这是咧表示啥？以前都拢未烦恼，啊，即摆哪会着？啊，讲你甲我提出，伊今日讲即摆飞起来，啊，无一定是你这友好的台湾的过去同款的飞机在飞哦，啊，万一也毋是咧，所以会惊，就是讲互相的信任感，你加甲过去都小可无同款，这是一个预警吼，所以这就是伫表示讲伊甲咱的关系。啊，即摆安倍。哦，咱来讲，足具体来讲讲，一条，你做啥？一条，我想，第一项伊无讲袂使，就是日本诶不景气要啷克服。啊，这伊伫选举前讲，当然选举讲了，怎啊真正要做，到底做啊多侪程度？伊是日本诶不景气吼，伊、哦、要克服，伊是讲金融要缓和，就是讲。钱啊，现金爱较侪，现金要有银行较侪，哦，啊，甚至小可会这个啊，通货膨胀，就是讲这个 inflation 吼、哦，就是讲物件较贵，无要紧，安尼才迄个市场才活起来。啊，伊设定一个，不过伊设定一个，伊头啊讲3%，尾啊讲2%，哦，啊，即嘛得讲2%，啊，还有一项。因日本的中央银行在决定这个借钱，哦，的程度现金要偌济，要发行偌济，啊，借钱的利息要偌济，伊在决定的，独立的，本来甲政府独立的，但是伊即马讲到种个，伊即马伫要为迄个政府，要为立法院，要为国会，可能要通过，啊，
这个人事也好，这个啊关于这金融的代志，要由政府甲银行共同决定。所以这就是伫日本的一个伊要做的代志。啊，那安尼就是讲日本金吼，即马咱伊台湾日本真贵嘛，伊即马来啦。爱这若落来是可能啦，真正落来是，伊要卖物件会较紧，哦。啊，但是物件若卖较紧的是，就是变做加咱台湾嘛，若无直接嘛有间接的竞争啦吼，就是讲，因为咱真侪拢去伫中国去做，啊，中国要卖出的物件，伊也要卖啊。啊，若偏偏同款的物件卖的是，可能人较爱卖日本的，啊，咱就是换啦。一直加入伫迄个竞争个内底吼，啊，即因为经济个代志，我较无清楚吼，我讲个小可讲到遮，就是讲结合有经济，还一项就是原子发电个问题。原子发电差不多其他差不多拢是暂时要停个，包括讲迄个拄只咧讲讲小人石原，伊去创一个太阳洞。爱即马合体微信会，伊本来是足积极爱用票，但是因伊甲微信会合作会吼，所以变做农山呢，主张讲要用迄个核能吼，山呢较点。所以即马微信吼讲甲足清楚，讲看要阁考虑三年来才要决定要安怎配合，卖讲拢无的，因为你第一就是讲你的经济无好，啊，你的经济要发展。经济成长，啊！你这参你的迄个能源都要创一个新的吼，迄无讲遐简单嘛。啊，所以伊是讲要安怎上好，伊就是讲 best mix 的迄、那个，就是讲上好要安怎配合，三百几分之，三百几分之，啊，要安怎创？因三年来决定。啊，要想拄正我老皮，即我来甲经济关系，就是讲，伊迄个民主党，伊提出讲要增加消费税。即嘛五趴，哦，你若买一个物件，你都要六五趴的消费税。伊要提起八趴、十趴，伫一五年变成十趴。啊，这个代志，尾啊，自民党有甲民主党讲，这是民主党哦，迄前摆迄个在条就自民党提出来，诺达野田提出来。啊，普通人都知影，这个政党那提出讲要起税的时候。全期拢不利啊，拢不利。但是伊足勇敢，伊讲固定性吼，若无安尼是日本的财政吼，红字片侪，会毛最迄阵。啊，尾啊，自民党有解妥协，讲你若较紧解散，我甲你赞成。因为因嘛过去，自民党也是其他嘛是拢有感觉讲，税金无增加。即是国家要拍，其实拍袂起，所以伊也赞成，爱甲赞成，所以伊尾来才解散。哦，所以这个话呐，会实行，甲迄个一五年会升做十趴。哦，啊，伊用安尼用来配入配合入去，伫拄只讲咩，克服不景气。哦，内底解下位迄个内底入，即嘛可能较大。上大的问题就是宪法的问题。这安倍伊头边做2006年到7年，伊做一年的中间，伊通过一条真重要的法律，就是日本的公民投票法。啊，迄、那个蔡主席吼，是无？蔡主席哈。欢迎你来，哎，啊，迄、那个我讲差不多，随便了嘛吼。咱即马讲为讲，啊，消费税代志吼，你啊，啊，即马尾后剩一项就是讲宪法，啊，伊通过就是通过的公民投票法。啊，伫迄个以前，日本无公民投票法，因讲叫做国民投票法。啊，因为你若无国民投票法，就袂当修宪的。因为因的修宪即摆规定是，
三分之二通过，两个院拢爱个别三分之二通过，这算作提啊。啊，国民者公平投票，我过半通过。啊，但是你都无公平投票法咧，所以就是讲一向哦，这几十年来日本哦，无迄个修宪的，迄个叮当就对。伊做首相时，伊决心讲要修宪，所以伊通过这个物件。啊，即马国王也对，都做首相，所以真可怜。伊第一也未通过这個以前就咧讲，伊咧讲要96条。96是规定，拄则咧讲讲三分之二通过，伊即马讲两分之一通过就使，国院两分之一通过，啊就公民投票。伊即个96条要修改，伊已经发表出来，毋是干那咧尔。伊即个修宪哦，其实我啦，甲日本伊有提两项代志，一项代志是讲因个政治会真顺遂。就是讲，因咧一个法案普通是众议院通过，过半通过，参议院过半通过，啊，都通过。但是因即马煞几啊遍拢去掉咧，即马嘛要去掉啊。即马虽然自民党吼摕三分之二的票，325票，参国民党下边三分之二，所以迄个就是讲，你参议院也无通过，国倒转来，我若三分之二佫甲你通过吼，第二遍就过啊。但是，这话也是较困难啦。在政治上话混乱较济。你上好你参议院话也摕过半，但是即马参议院伊虽然伫众议院选举了啊，摕三分之二，但是参议院吼也无三分之二，反正才700多票。啊，所以伊就爱伫这个七月，每年七月选举，伊就爱拼迄个快点过半。那咱过半时就足顺势啊！一个执政党吼，伊就是参众议、参议拢过半，伊都迄个法案，伊就已经足顺数安尼。这是一个问题。我要一个问题是啥？伊即马，伊换了两阶段啦。伊第一阶段讲叫做集团自卫权，这就是日本因迄个第九条变法规定，讲你日本无爱用迄个战争做吼。解决迄个国际问题的手段，所以因第二项，伊就讲，所以无要保持军队，无要保持军队，所以因无军队啊。啊，因讲叫做自卫队，其实伊迄个自卫队的实力是因拢有分析过。但啊，因的海军唔免美国参与，但啊，因的海军因都有法度占领即马的中国的海军，即几个军队拢有分析过。但是伊嘛讲政治啊，啊！但是伊一个问题就是，伊要海外出兵吼，伊在国际边通过法律才会当出。所以因为伊讲这是自卫，所以防拍啊是你连拍都得来，你免共拍。啊，即马变作足古怪。可比讲我甲美军做伙，啊，即马人个拍美军哦，你免出手。啊，你若啊人个拍你，美军都爱出手呢，因为伊个你个当面军嘛。啊，所以这点伊讲，只要做因要做。集团自卫权，伊个别自卫权是干那国家哩。伊讲伊怎样要扩张解说集团自卫权，就是讲，当你做伙个，当人台，迄、那个军队伊要保护，伊原来要保护。这伊第一阶段，但是第二阶段，伊第九条什么甲废掉？第九条什么甲废掉？啊，所以才咧讲国防军等等，就是讲伊要做普通的国家，咱台湾嘛真是行吼，是个。即个讲做正常的国家，啊，因嘛要恢复正常的国家，啊，因要恢复正常的国家，诶，第一点就是讲对第九条要甲提掉，啊，甲拄则咧讲关于迄个参议院、众议院吼，伊咧讲讲参议院卖来，一院就好啊，所以因嘛在讲对，啊，即差不多我想是，伊个新的开始，都是有遮个属地，搁是伊选举是安讲。啊，但是伊是爱二六只就任哦，二六会开特别国会，即摆国会也无开，二六爱召集特别国会时，迄阵伊就会通过。哦，啊，伊通过嘛真心实哦，伊即摆通过是干呐众议院通过尔，伊参议院无一定会，算无一定会过。啊，但是无要紧，日本人一定，那选首相，
无同款的是照种油呢。啊，这过是安倍嘛，是迄个福田嘛，是拢是众议院通过的啊，迄个参议院拢是小则通过，啊，但是拢照众议院在做修正，所以即摆迄个安倍就先众议院通过了，啊，但是伊爱努力每年的经过选举呀，啊，选举面啊，伊刚讲的一寡代志，啊，甲伊无讲，虽然爱解决的代志，就是拢爱实现，哦，这都是伊目前所面对的。啊，这当然，伊啊，我有讲，迄伊家讲国内吼，啊，这国外有讲这点重要代志，哦，啊，这嘛国牵连到点解？就是伊甲美国的关系，日本甲美国的关系修复，所以伊一月底发定伊即马二六条了，伊随时要过去美国，因为甲美国的关系吼，伊迄秋山的是拍歹，啊，怎啊咱即个民主党吼甲迄个美国的关系啊一直拍歹。啊，对咱来讲，这嘛是足重要个，因为咱知影亚洲的这个安定，迄是一个哦，日美安保条约是一个真重要的这个机构啊，咧吼，这个机制。啊，咱嘛希望讲日本甲美国吼，会经过安倍啊，啊，美国迄边嘛一直在发一寡迄个放一寡消息出来，这方面安倍调，啊，这方面安倍去甲因讲。啊！这方面讲恢复，搁较好个，是比一关。啊，若较好个是，咱就是咱对咱来讲，咱要选啥，咱要选择啥，问题伫啊。咱若选择，咱过去，甲美国、甲日本一条路，咱就拢做安心个啦。哦，啊，咱若选讲要停，变一条路就是，可能安倍话是咱个，若要去选一条，安倍是咱上大个敌人。多谢。